虽然说在理论上讲法门是绝对的平等，可是众生的根性的不平等，于是乎这个法门确实就有难易的差别，有的法门容易，有的法门学起来比较困难。那么我们看看自己的根基根性啊，我的根性很钝，记忆力也不好，我只选来选去，选在这个念佛法门，就是以这许许多多条件来考虑的，啊，根性迟钝，不如人，啊，记性也不好，啊，所以这一句阿弥陀佛好念呢，这个我记得，啊，你叫我念个很长的咒，很长，我记不得。所以这个对我很适合，我很喜欢，我走最简单的路子，啊，最容易走的路子，哎，这个路子一切祝福和偏偏赞叹，啊，那我们就更放心了吧，啊，所以今我们只取净土五经，啊，其他的经你看现在我通通不讲，自己年岁大了，时间来不及了，啊，如果再不好好的念佛，这一生会空过，啊，那个亏就吃大了。所以我念经，我只念净土五经，啊，而且五经里面我再告诉诸位，啊，我常常念的只有三经，另外那个经并不常念，偶尔的念一念，啊，也许一个月两个月念一遍，啊，这个三部经呢常念，这个三部经阿弥陀经、无量寿经、普贤菩萨行愿品，这个三经是我常念也是常讲，啊，我在国内国外人家请我讲，我所讲的东西都离不开这个三经，如果请我讲别的经，那么五经一论可以，啊，你请我讲我才会讲，我不会主动的去讲，啊，如果说是五经一论以外的经典请我讲，我就会给他谢谢，我不会讲，你从前讲过，我从前胡说八道，我不会讲，啊，你另请高明，啊，为什么呢？这经常讲的受持读诵意念思维，啊，决定，啊，不能够离开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啊，心欲清净境界愈好，啊，我再跟你说身体也好了，你看前几年我的身体，啊，没有现在好啊，现在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睡眠也少了，饮食也少了，啊，我现在睡眠通常大概就是两三点钟，啊，早晨起来大概是六点半钟，六点到六点半就起来了，睡眠不多，啊，中午没有事情大概睡一个小时的午觉，啊，晚上呢？晚上读经啊，人很清，人没有音声嘛，很清净嘛，越念越喜欢呐，法喜充满呐，啊，这是我现前得到的好处。啊，过去我还看看电视新闻，现在新闻都不看了。啊，所以我那个房间电视大概都坏掉了，现在因为久好久不看，听说那个里面有潮湿，实际明天那个电视机给搬走了，不要了，没用处了，啊，报纸也不看了，啊，每一天天下太平，每一天这个世界是清净的，看到每一个人欢欢喜喜，这个都好了，
所以这个是要真认真去做啊，所以你这个学佛读经呢、读经或者是甚至于研究注解也是如此，念佛初步的这个效果啊，就是欢喜啊，念的欢喜啊，欢喜精神就来了啊。俗话说嘛，人逢喜事精神爽啊，他不疲倦啊，所以是越念越欢喜，越欢喜越有精神啊。如果是念佛，念了念打瞌睡去了，这个功夫不得了啊，人疲倦了想打瞌睡了，几声佛号一念，精神振作了，这个就有效果啊。我这个经验现在有几位同修他们也得到了，他们来告诉我，他说从前呢有几位同修发心呢，每一个月念一次，念一天的佛就是24小时不中断，他说从前还有疲倦，现在不疲倦了啊。以前念了24小时还想去睡觉，把这个精神是恢复过来，但现在不要了，现在24小时念过来呀、休息一两个小时啊，照样工作，一点都不感觉到疲倦，这个得力了，功夫得力了啊。他们来给我讲啊，要证明我给他讲的没错啊。要是一个人两个人得到，也许是偶然的，每个人照这样做都可以得到，可见的这个不是偶然的啊。功夫真正得力啊，一定得到这样的效果啊。所以一念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啊，一念经典里面所说的这些道理啊，所讲的这些方法啊，所说的这些因果功德，我们常常把这个念在心里，常常去思维它啊，这就是改变我们的心理啊，改变我们的想法思想，改变我们的见解，就是对于宇宙人生的看法啊，改变我们的行为啊，我们生于一三业的造作，这叫真正修行啊，这叫修行。修行就是修正三业的过错啊，把从前错了的过失把它修正过来，这个叫修行啊。所以这个受持读诵意念思维，这是真正的修行啊，真实的修行，也是真实的智慧，真实的利益啊。底下我们再念下去，这个好懂啊，就不必细说了。假使有人，这是比喻啊，以大海量目。须弥居鼻啊，这个墨这是比喻，这个墨水呀、像大海那么多，这个鼻一支笔写完了不能用了就丢掉了，那个鼻集聚多少呢？像须弥山那么多，都是形容它的多啊。这么多的笔墨来书写，写这部普贤法门。啊，来写这个无尽广大海藏普贤法门，还不是全部，一品，一品当中的一门。啊，你像《华严经》《历世间品》，里面就讲了2000个法门。啊，这是讲一品里面一门，一门当中一法。啊，一法当中一个意思，一法当中的无量意啊。一法当中一义，一义当中一句，乃至少分尚不可得，是何况尽能具足说行。这一段是经文，下面呢，这是宗密大师的解释。
给我们的讲解十卷啊，这个解释，乃至少分者，即一字也。一能权一字，权即所权法界，故即无尽呐、这一个字啊，就是法界的全体。那么这一个字到底是哪一个字呢？你们要问这哪一个字？我给诸位说明白，就这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里面任何一个字，你相信吗？你如果不相信啊，这一部《华严经》为什么一放大了，一广说啊，就说了十个三千大千世界未成寂呢？这是十个大千世界未成寂浓缩的，俗称这个八十卷华严经啊。所以字字都含无量意啊。这个一字是指任何一个字啊，不是指某一个特殊的一个字啊，是任何一个字，字字都是如此。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因为每一个字都是属于能权，所权的义理啊，就是法界。法界无有穷尽啊，所以能权这个字的意思啊，也就是无有穷尽。我们今天展开这个经文，看不出意思。或者呢，只看到这个文字表面的意思，甚至于表面意思还把它看错了。比如说吧，从前李老师讲那个外国人翻的英文字典，是啊，那就看表面意思啊，二足尊。你知道李老师问他二足尊怎么解释，他们把那个英文字典打开，打开老师说怎么说啊，两条腿里面最尊贵的，是吧？这就是连表面的意思都搞错了吧。二十两个没错啊，足就是腿，脚就是足嘛，尊就是尊贵嘛，讲的没错，一个字一个字讲没错，可是连起来就错了。那我们中国学佛的同学稍稍涉猎一点佛法都知道啊，二是智慧福德了，足是圆满的就智慧福德这福慧两样都圆满了，这是最珍贵的你看他连那个表面的意思都解释错了像这种错误在今天很普遍，大有人在，这是不足以为奇了你怎么能看到无量意呢但是我教给诸位这个方法了，这个无量意渐渐你就会看出来，为什么你读经会法喜充满，而不是读的枯燥无味那就是遍遍有新意思，可这个很奇怪呀！所以他才能生欢喜心啊！你才晓得这个经是无量意每一读一遍呢，有一遍的新的意思，就又深入了一层，其深无底呀！所以这个经要不要解呢？不要解释，就是念。我是昨天还是前天在那边讲经，我告诉同学们，他们现在在这个电台里面呢，要我这个讲这个无量寿经广播我说这个不是我的意思我当初讲希望同学们搞一个电台啊，来播什么，播读诵无量寿经，不是讲解
是读诵啊，这个好啊，有国语的，有台语的，甚至于有广东话的，你们多搞几个袋子啊，每一天在广播电台就广播啊，让人家什么天天跟着这个念，不要解释啊。为什么不要解释呢？经有无量义，怎么解释啊？这一解释就变成死东西，死了，一个意思了嘛，就死掉了嘛，它是活的，它不是死的啊。所以你只有去念，用清净心去念，用真诚心去念，用恭敬心去念，你念多了，余念一丝往外有啊，这个就是证明。实在讲，这个经典里头哪有无量义啊？死东西啊，它怎么会有无量义啊？是借这个经典呢，开发你自信功德，你自信里头的无量义啊，从这个经典借它这个影子啊，把它透露出来了啊，就是《无量寿经》里面所说的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这一句话最明显的就是在啊至诚恭敬读经里面会发现。啊，真实之际就是真如本性，真如本性里面有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六祖大师开悟的时候是说嘛，何其自信本来具足，无量义是我们自信里的本来具足的，我们利用这个方法把自信本来具足的智慧德能开发出来，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方法。佛家讲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它的目的都是开发自信。啊，那么这一尘了义的大经啊，甚至于这一句佛号啊，这句佛号是真正不可思议。诸位如果能把华严经透彻了，你才认识这句佛号的功德，你才晓得这句佛号的利益。如果说不能够透过大经，这句阿弥陀佛会念的人很多，晓得他这个功德力量的人不多啊，所以我们念的时候很难得受用啊，真正理解了这个佛号的功德利益就大了啊。为什么句句啊能够启发自信啊？甚深佛号啊，给净虚空变法界起感应的作用，那个念的真，那个境界确实不一样啊！这是这六个字念出来，字字都是震动尽虚空变法界，怎么会相同呢？啊，上与一切诸佛感应道交，下与九法界众生融成一片了。所以这个一句佛号啊，包括了整个的华严经啊，不仅是六本的，就是大本华严经啊，这十个大千世界未成记的华严经呢，也不除一句佛号之外啊。所以这一个字呢，简单的讲就是华严经上任何一个字
啊，因为他所缺就是法界，啊，故寂无尽呐，不通诸宗能全，定非所全也。啊，诸宗，这是指华严宗以外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华严经所说的是法界全体，啊，根本法轮。啊，其他诸宗啊，都是讲的一枝或者是一叶，啊，像这棵树一样，它讲着一枝，法相为实是一枝，啊，般若也是一枝。啊，乃至于戒律还是一支，啊，禅也是一支，都是一个支派，啊，一个支派，而不是全体，啊，唯独华严讲的是全体，啊，所以大家把这个经称之为根本法轮，好像一棵树，它是根，它是本，本就是那个主干，啊，不是枝干，啊，是本。它是根本法门，啊，所有一切宗派一切法门都是从华严上流出来的，啊，因为从华严流出来，所以最后还是归到华严，啊，就是不管你学哪一个宗派，你是哪一个支哪一个，你慢慢学学还是找到根本，都归到根本，对，他从根本生的还归根本，啊，所以我们有这个地方啊，真正体会到了，啊，所以大家呢，不要说这一宗不好，那一宗殊胜，不必。为什么呢？你修到最后啊，修到最后还是要归根，啊，归到哪里去呢？归到华藏世界，啊，就是华藏世界41位法身大士，不管你修哪一宗哪一派，到最后啊，通通归到这个地方。那么归到华藏世界之后呢，那当然最后一个目标就是圆成佛道，啊，到那地方你就会见到文殊普贤了，啊，这些法身大士，啊，你见到文殊普贤，文殊普贤一定劝你怎么一同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拜阿弥陀佛去了，所以净土是华严的归宿啊！啊，古大德了，有一个就是经教上的一个较量，就是比较。他说，在一切经里面呢，华严最真实，就是佛所说的一切经，华严最真实。啊，华严经要跟无量寿经做一个比较呢？无量寿经最真实，啊，因为无量寿经啊，可以说是纯粹呀，啊，自信，啊，纯粹的自信，啊，华严经虽然也是讲这个自信的全体，啊，没有无量寿经讲的那么精那么纯，精度纯度啊，比不上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实在讲，一放开就是华严经嘛，华严经浓缩起来就是无量寿经嘛，所以它更精更纯。他说无量寿经里面这个48愿呢，如果跟全经一归拿起来呢，第18愿最真。18愿讲什么呢？10念必生啊。啊，所以第18愿呢，是真实当中的真实啊！啊，你看看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成佛作子，多简单呐，10念就往生了。啊，还有哪个法门比这个更快？找不到了，找不到，10念即生。啊，
那么我从美国回来跟诸位报告一个消息啊，就是华盛顿D.C. 周广大先生念佛念三天往生，真不是假的，因为西方三圣呢来接他去的，十多个助念人都看到了啊，西方三圣从云端里面降下来接他去的啊，他临走的时候满面笑容，欢欢喜喜，最后念的那个音声，念佛的音声之响亮，马路上可以听得到。那么我相信有很多同修到过国外，外国的房子距离马路很远呐、啊。啊，这个房子里面念佛，马路上听到，不像我们这里距离马路很近啊，啊，他们的房子距离马路都相当远，啊，房子不靠马路的。啊，这音声之洪亮不像生病的，他本来是得的肝癌啊，非常痛苦，这发愿念佛痛苦就没有了啊，这个是很不可思议啊，念了三天三夜，一生没有接触过佛法，不懂佛法，临命终时遇到一个善友劝他念佛，劝他求生西方，他一听就欢喜就接受，这个是他的善根发现啊，真正不容易，真是亿万人当中难得有这么一个啊，居然在美国被他们这些人看见，所以他们打电话写信给我，真难得，真难得啊，三天成功啊，弥陀经上讲若一日到若七日不假啊，这是被证明了所以这个一切经古德了，这个比较较量这个说法了有道理，不是随便说的，确实是有道理。这个下面呢，这一句，这是非常重要的了，这是讲的宗旨了，前面是讲能权，这是讲到宗旨，说一毫之善呢。这是讲很小的善，空界静而无穷者，常念这一品经啊，实在讲这一品一共有40卷啊。现在我们讲普贤行愿品呢，大家都知道这一卷啊，这个是清凉大师当年参加翻译，这个40华严呢，清凉的参加翻译，翻成之后啊，他觉得最后这个一章啊，是华严经的精髓，啊，是华严之奥藏啊，功德利益无有穷尽，一般人要想读整部的华严经不容易。在从前经本你都得不到啊，唐朝时候没有印刷书，完全靠手抄，你看那个40卷华严那个手抄不容易啊，所以一般人不可能得到全部的经，所以清凉大师非常慈悲，把这一卷呢单独抄写流通，广为流通啊，那么他老人家认为读这一卷呢等于读全部的华严经啊，所以这个书叫别行俗抄啊，就普贤行愿品别行俗抄，40卷里的最后的一卷啊，这一卷就是10大愿望道归极乐啊，每一愿里面都是讲虚空界尽的，这个众生界尽的，我的愿望无有穷尽啊，是在讲虚空众生界无有穷尽之时啊，菩萨的愿呢也是无有穷尽。这讲一毫之善，空界尽而无穷，空界是无尽的。那么这个下面注的就好了啊，这个一毫之善指什么呢？就是10种行愿啊，礼敬、赞叹、供养、忏悔啊，随喜。请转法轮，请佛住世啊，
常随佛学，恒顺众生，普皆回向。我们有这个心愿，或者是有这个行持，不要认为这个善很小，这个善与尽虚空变法界都相应啊。所以他的举例说，即十种行愿呢，皆皆云啊，虚空皆无有尽等啊。他这一句话呢，就把这个经文这个总结都说出来了。如处离境行愿皆云啊，以虚空界不可禁锢，我此离境无有穷尽啊。那么其余九条我刚才向诸位报告过了啊，列然也，跟这个句子完全相同。在这个地方呢，我要跟诸位同修说一桩事实。华严为什么被一般人称为一切经里头最真实，一切经里头最圆满？实在讲，他把宇宙人生本体现象原理原则乃至于这些事实的真相啊，发挥的淋漓尽致啊。你要想知道整个宇宙人生的状况，你念大方广华严经你就明了。经上告诉我们，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啊！啊，虚空是他，设法界一真庄严，从哪里来的？我们自信变现出来的。因为是自信变现出来的，所以这设法界一真庄严，没有一法不是自信，没有一法不会交感，不会互融，互相有感应有交融，这个是事实啊。所以你一念善，尽虚空变法界，那一念恶啊，也是尽虚空变法界，起心动念呢，与整个法界都有交感，都相濡相融，这是华严经经啊。这个就是华严讲的十玄门啊。十玄门呢，在一切经里唯独华严具备啊，除华严之外，那就是这个无量寿经也具足十玄门啊。其他的经典，这个十玄门的意思纵然有不完全啊，不会十种都具足啊。这个是很不可思议之事。所以这个彭继清说无量寿经叫中本华严呢，它有道理啊。因为是这个无量寿经呢，也同样具足十玄啊，在经文里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明白这个事实真相，我们才晓得自己应该修行啊，知道自己的命运、自己的前途掌握在自己手上啊。真正通达，你从此大概也不会再去找人看相算命了，也不会找人来看风水了。为什么呢？自己做主嘛。啊，不但自己主宰自己，自己确实主宰了这一个宇宙啊，这个都是真的，一点都不假了啊。所以
修行真正的功夫啊，是在起心动念之间呐。啊，我们举个浅显的比喻，花草有感情，爱花的人啊，看花花特别美，花也特别香。啊，不喜欢看花的人，看到花花垂头丧气。啊，这个诸位要是细细去观察体会，能看真的不是假的。草木与人心都有感应，何况有情众生啊！所以你不能起感应道交的时候，就是我们妄念太多，杂念太多，所以这个感应的力量薄弱了。心越清净，感应越明显，啊，就是这么个道理。好，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啊。